开心大于疲劳，你看到小朋友的那个表情，你会瞬间觉得自己充满能量。哦，他复原的非常好，虽然是剖腹，但他第二天就下床了。开心大于疲劳，每天需要学很多新的技能，同时还要回家去兼顾一些家务，两边跑。但，你看到小朋友的那个表情，你会瞬间觉得自己充满能量。可是其实你下一秒就会昏睡。复原的非常好了，虽然是剖腹，但他第二天就下床了，身心状态看起来都蛮好的，就觉得蛮佩服他的。那肚子开了一个大刀，居然还可以，才第三天、第四天就一直想要下去陪宝宝，要喂奶啊什么的，就蛮了不起的。所以更要把自己皮绷紧一点，好好的协助他其他所有的事情。